这个女的不会少林武功，她只是凶悍的不得了。大陆福州的这位太太被骑电动车的男子给撞倒了，结果呢，疯狂甩这男的好几个巴掌，却引来了众怒。穿黄色上衣，大马路上黄衣女子疯狂暴打骑电动车的男子，还一连呼他好几个巴掌，就算车水马龙，声音依旧清楚。还不能这样子打话，好吓人，到底什么冤仇下手这么狠？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他打我，他撞你是吧？撞到你什么地方？原来男子骑电动车不小心碰撞到女子，或许因为不对在先，任由黄衣女子怎么打，20分钟过去不动口也不还手，倒是路人看不下去，和这名悍妇吵了起来，还有人冷不防踹了她一脚，一片混乱中，骑电动车男子才终于脱身得以离开。女子虽说是被撞的受害者，但得理不饶人，有道理也变没道理，而路人伸脚踹人的举动却也可能帮忙不成，反给自己惹上争端。中央新闻李若梅综合报道。